林冠英是给滨州老人100块，这些人哦拿出小猪四脚蛇，然后在林冠英的布条里面小便，这些是什么人来的？这些是什么人渣来的？这些是土著权威土著的土权，对不对？谁是他的主席？伊布拉欣阿里。谁是他的副主席？朱金斯诺利。各位，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些人现在都是国政的候选人。特别切啊！这些人今天都是国政的候选人。朱金斯诺利打下了国会，伊布拉欣阿里打巴西马斯。他今天早上去提名国政本来派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伊布拉欣阿里来了，国政候选人到了现场，硬硬坐在那边不敢提名，给伊布拉欣阿里提名代表国政上阵。你去想想看，那就跟你讲转型，这边骗你转型，长期花西也西也搞够，他后面就派尔加萨来做候选人，这些是什么人来的？这种是老千政治，前面花了面前，我们跟尔加萨没有关系的。你记得伊布拉欣阿里吗？去年我们过新年，他搞团拜，狼性团拜给红包、红包，老人家给红包。他看到这么多华人来，他给我们什么？给白包。白包是什么时候用的？白包是你家里有事情，请那个耿某龙来，他就咚咚咚，一咚咚，锵亮咵，亮亮咵，不出大事嘛，现在。当时他
一起谈判，乌统要打45级，马华要打35级，马华怎样都不让给乌统。东姑打电话给东丹监控，永阳 ，please come to my office。你知道陈振禄讲的，跟东华突然在讲话 ，You come to my house, then let us talk it out。不了，东姑没有办法，乖乖的从金龙坡驾车，不驾到马六甲去找陈振禄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还没听到后台发布的答案，陈振禄。对不对？陈振禄好料，陈秋瑾好料，但是马华这个政党到最后，他最后的春天，自从李三春不在以后，马华就没有春天。李三春走了以后，选了一个肥肥的总会长上来，名字叫做他是小弟的亲啊，林良师，没有良心又不老实。林良师上来以后，看到马华的，你如果有看过去的情报。剩下一个蔡希尼，剩下一片。